奋起丰收年，劝岁吉祥春，美丽大同幸福家园，由中共大同市委、大同市人民政府主办，政觉教育基金会冠名的2018大同市春节电视文艺晚会正向我们走来。这是一台兼具时代精神和地方特色的新春晚会，这是一场展现我市砥砺奋进五年成果的全民狂欢。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，我们将乘风破浪，谱写新时代大同篇章。歌曲、舞蹈精心编排，戏曲、小品推陈出新，行业精英、大同好儿女欢聚一堂，最美笑脸上春晚。爱我大同蓝，祝我中国梦。更多精彩，大同广播电视台与您相约政觉之春2018大同市春节电视文艺晚会，我们一起欢欢喜喜过大年。